狼啊。哦，神剑 Shiro 现在换了艾克。艾克，哎，那么看一下。他几乎所 Shiro 几乎所有的剑角色他都玩。对，没错。那其实刚才 Shiro 打我还上了马一和那个谁来着，忘了。反正玩的非常杂。Shiro 老渣男了。嗯，对。哦，这是干什么？在试一下。双方谁也不动，一动不动。试按键吗？干什么？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得应该 PK Fire 对。哦，开始了，正式开始了。好的。其实我觉得艾克就是怎么说呢，他动作还是算比较慢的。我觉得速决打艾克就是有一定的优势吧。但是怎么说呢，奈斯他算一个什么漂浮角还是算什么？但是奈斯也不算特别速度。啊，对，是确实。奈斯是空，怎么着？怎么定义他？漂浮角，空招，空中连招角。应该是吧，嗯，差不多。但是奈斯好像还挺轻的啊，对，确实。啊，这边其实我距离卡的非常好，漂亮，一直拿大刀砍，差一点，这看抓两针，哦，没抓到。其实，其实奈斯想在场外晃一会儿，非常简单，但是啊，漂亮啊，这边艾克的击杀还是特别强的。刚才是窝洛闪了一下被空扣还是空前空上一个空上击杀了，嗯，这样那。这边力回上怎么说呢，只要占不到优势，对，只要希尔控制好距离，那个基本上就是白嫖他了。对，希尔唯一的弱点就是场外能不能抓到，没有，哎，差点被卷下去。就是如果在板边的话被艾克卷到的话，有可能是你下去但是艾克不会死，会出现这种比较尴尬的情况。对，但是他是要身体出场外一定距离啊，是这样。所以就是，如果他身体在场内是不会被卷下去的，只会被砍一下。啊，哎呀，哎，漂亮！一个落下板空后踢到了。嗯，啊，这基本上是零伤打完了这一轮劣势轮，还行。好，这个好消息，哎，好起来了。这边抓空了，被 DA 惩罚，上板。刚才吸肉是没有覆盖到跳跃上板跟直接上板，还是在那个宽的那个位置在一直看。哎，漂亮，这个读到了，还没拿到，但没什么收益啊，这一下没有什么展开。哎，后头场外，看怎么样，场外拦不到。其实感觉拦艾克的话，还是如果要拦就早拦，就必须对对对，一定要及时冲出去。对对对，不要犹豫，因为他好漂亮。啊，哦，哎，这边。哦，哎，这个打乱了，居然空中没有霸体。哦，这艾克上臂空中没霸体。哦，这个摘包打飞，哎，读了一个悠悠球，没有，是及时顿住了。嗯，有后头，哦，后头，哎，奈斯后头还是挺强的，击杀挺强的，后头是的。这边下板一个空前，连续的空前，给 fire， 这边接一个下头，没有连到后续。其实艾克可以用招特别少，我觉得那只有空根跟空前，基本上对，是别的。这边也这个西柔现在有点着急了，相杀有点着急了，西柔，确实，但是这百分比可能一个后头就没了。奈斯，哎，漂亮，这个空后。读到了一个跳跃上板，跳跃上板，嗯，对，没错。其实我觉得西柔可以学一下尼姑，多用上臂出盾，他这个几乎没有使用过上臂出盾啊。刚才弹幕问说可以介绍一下是谁吗？那角色上的话，艾克是一个拿剑的重型角色，然后这也比较混蛋的一个角色。然后，艾克的使用者是西柔，然后。奈斯是 Wallow， 是 Wallow， 对，嗯 ，Wallow 应该是主玩狼跟奈斯，对对对，哎，他奈斯是他的主意。刚才那个其实可以用 B 手边，嗯，他选到了用 S。刚才说这话，这边百分比已经怎么落后的不多了，其实刚才可是落后一条命了。这边手边只要一个上臂上板，上臂就死了，上臂奈斯就，哎，这边空后漂亮，下板空后踢到了，嗯，漂亮。其实85%在战场的话，艾克一个上臂就绝对击杀奈斯了。艾克的击杀力度是非常强的，但是就是他的弱点就是他的怎么说，就是收招比较慢，就是他在短时间只能怎么说呢，进行非常少的动作。对，就是艾克的特点。但是他的剑特别长，只要卡好距离。对，卡好距离是，而且艾克他的落速也比较慢，就是怎么说，速度快了可以抓他落地。
现在看一下西肉会不会选择换人。刚才弹幕问说国人玩的是哪个？国人是西肉，是屏幕左边的这位，然后他玩的是刚才玩的是艾克，然后右边这位老外是沃罗，然后他刚才玩的是奈斯。嗯，西肉老师是几乎所有的剑角色他都可以玩，看他会不会换角色吧。感觉练几百个小时才能来了，这个其实线下来的早可以省去很多不必要的浪费时间。对对，多跟高手打，这样进步会更快。所以什么北京 Smash 欢迎你。好，现在看第二把是贝老师。对，果然换了角色啊。那贝老师的话，他的怎么说呢，路卡利欧好像北京没有路卡利欧吧。西肉有时候会玩路卡利欧，但是闷路卡利欧的可能没有啊。西肉可以，西肉他是会在友谊赛的时候玩路卡利欧的，比赛也许瞎玩的时候也会上吧。给 Fire 中了一个下头，一个空前打到他没有那个 QQ 球 SDI 那个皮上 B 应该还在追，没有必受，没有必受，没有必受，太亏了，太亏了，没有必受。其实我别着急，又一个 PK Fire， 又没有 SDI， PK Fire 应该及时滚出去吧，应该是 SDI 出去，对，一定要 SDI PK Fire。 嗯，这边手板一个横二特抓边，横是 FPL 漂亮，这边是读了一个跳跃，读了一个跳跃，对。那这个心理战博弈的，他是横上 smash 打到了，打中甜点。对，其实刚才 Wallow 在看见西肉在凹的时候，他是犹豫了一下，然后想骗一下西肉，慢一点的上来，但是还是被西肉读到了。这可以，我觉得可以上晋级了。这个操作，这边射一箭，但是怎么奈斯他其实是有磁铁的，就是他是怎么说呢？哎，这边漂亮，这边是比较及时的用钩锁上板了。北京有没有主玩甲贺忍蛙的？有 KZ， 有 KZ， 好像刚才还有一个跟马老师打那个啊，对，还有一个不太熟悉的一个人，他也是有玩忍蛙啊，我记得好像实力还不错的，他能跟那个对对对能跟 Babs 打成平手。哎，这边又凹了一个横 S 没熬的。哎，说到 Babs， 刚才我给 Babs 打到了130，确实很接近 ，Babs 是 close 啊。有机会赢的，我感觉我打到了极限了。哎，这边奥利上还是没奥到。哎呀，这空后被一个空后踢到，其实踢死。哎，西肉怎么说呢？贝老师在力回上的话，其实怎么说呢？好漂亮，这个下臂啊，读了一个闪，读到了，对，读了一个闪。但我觉得可能刚才也是 Wallow 有点没反应过来，其实枪有点慢，就是他这个。反应其实是来得及的，但是可能对，就是因为下臂特别慢，那个下臂就是他直觉做一个空闪已经做出来了，来不及，就是怎么来不及反应了，来不及了，空闪已经开始硬直了，抱头蹲防射不到。哎，这边凹了一棍子没有凹到，棍子 PK Fire。 哎，空后踢到空恩，这边射箭，贝老师射箭的话不太好。哎，这个哎，小心要被雨，哇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可以一个横踢，手边贝老师手边，这边按住盾没动，空前，又被啊连续被空后踢到，很危险，赶紧上，赶紧上来贝老师，还有跳，漂亮，漂亮，啊，这边是头锤撞到了，漂亮，漂亮，头锤撞到了，主玩卡比的有，我记得有，我记得有。玩卡比的那个有，我记得有这个人，但是我想不起来是谁。游戏玩卡比，